的家也是灾区啊，我是要回来打扫，帮忙打扫，但是我的家的水还没有退，所以我就先来永平付出。Saya single mother. Mak saya 70 tahun, tak ada orang tolong. Banyak susahlah, tangan kaki semua sudah bengkak, sudah sakit. Lepas tu ini hari ada ramai orang datang tolong. Rasa sangat lega lah. Sangat happy lah, at least ada orang tolong. 这么大点的一间屋子，我们两个人也难过。哦，感恩他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回报还是什么，就是一心的为我们付出了。很欣赏你们瓷器的团队哦，有人是清洗不对，有人是策划不对，有人是膳食不对，所以这一群一群的这一些呢，义工都感恩你们。瓷器人呐、花心绿叶，人人。无所求的付出，一次一次从花心的最初的一念，那一秒钟，那一念心开始做慈济，就身体力行，步步踏实，踏得稳，走得快。所以呢，到现在啦，我时常都跟菩萨们说，人人啊，把自己的生命盘点盘点啊，盘点出了生命的价值。今天的慈济是因为大家拼了生命做过来，每一秒钟，我们清清楚楚的那种觉醒、觉醒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做什么，都是有自己。所以有自己的很清楚的方向，这叫做对的事做就对。这一辈子多少时间做对了多少事，虽然过去我都会跟大家说做得掉啊啦，卖计较啦，付出无所求啦，这都是大家常听师父的话。所以无所求，心无挂碍，步步踏实向前走。但是这当中，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说爱生啦，人生的小爱算好好啦，自我盘点好这一生错了多少，这一生有没有做错事，有的话赶快呀、赶快觉悟，同时来得及的话，得罪了谁，跟谁呢有解有瓜葛，那就赶快呀、这个瓜葛啦，甜到的感要赶快自我跟他解开啦，就不会呢带了越阴越远，都未去带着业因业缘呐，这一生就要把那样的过去的错误、得罪人呐、我们一定呢要跟他说个错啦，我错啦，过去的
真的很多事对不起啊，这对不起忏悔啊自己，但是呢不要去计较人对不起我，我要如何呢跟他算账，不可以，因为呢这已经要一笔勾销，自己是已经觉悟了，已经都忏悔了，恩恩怨怨有怨的一笔勾销，有恩的呢时时感恩，生生世世的感恩，这总是呢让我们时常我们的意识里面啊把烦恼无明啊都洗干净，我们呢将来报恩不要报仇，有人家对不起我，你记恨的他就是有一个怨的仇，那种结的种子会染在我们的意识中，趁着现在行在菩萨道上，清清楚楚师父这样跟我们说，我们呢闻法就要如法盘点自己，人家对不起我也是一笔勾销，我们呢有因缘的话还要跟他结好缘，这都是呢修行，修行者累积了慧智慧，那尽这一生的生命我们要成长增长了我们的慧命，所以感恩这个身体，父母给我的身体，感恩父母，那用这个身体来到这样的人间，很多的好言啊引导我能信仰佛法，人生的宗旨，明确的人生的宗旨，宗旨听好，宗旨我们呢有了因缘呢接引我呢在这样佛法道上这样的方向，给我呢明确的宗旨，我们要勤精进往这样的方向走，这就是需要时间需要精进，有时间起步踏再踏，一步一步向前踏，方向正确，不要迷失掉，在难免呐、啊、坎坷，有的时候路不好走，为什么路不好走？因为过去的因缘，也许有这样的逆境现前，我们总是呢要提高警觉，谨慎自己的行为，对人对己行为要踏稳踏好，不要起怨恨，不要起懈怠心，人生的步骤啦方向正确汇合起来，那就没啦，人生单独一个，那不成人间，安尼唔是叫做人间。
人间就是有人有人彼此之间。那你甲我的中间呢，就是因缘，有了好的因缘，所以呢，我们会在一起去做好事。看看多少瓷器人啊，在哪个地方呢、啊？瓷器所做的个案很多，只要呢眼睛闪过，就知道这应该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这就是累积的尝试，曾经有过付出，很熟悉。你是无所求的付出，所以呢，曾经有那样的画面。所以说来，好事啦，对的事，走就对了。